现在靠探是6点钟，所以现在是5点半，5点多就在这里拉好了车在等。非常开心，我吃的面包，那是火车。这每一天都很多人在这里抽烟。还是挺多的，这几天一直都是。是的，是的，这边你注意。今天刚开工吗？今天刚开工，就早上我跑一下。好。一会儿，如果等一下进步不好，路对，目前分进不来，就不出来了是吧？对，跟进不来。嗯，麻烦。啊。堵在那边，耽误时间。客人要麻烦啊、哦！一个小时搞一单，20块，过关就这样子。今天到最后下雨啊，下雨啊就结束了就没了。哦，去年是下雨，那个就中途结束吗？能被迫结束吗？对，被迫结束。哦，第二天，也弄了一天。弄了一天，然后第二天就下雨了。嗯。然后开始。那今年还好，没下雨。所以有经验，大家很多啊。你说今年少了很多？少了很多啊。哦。看着少啊。第一届就遇到雨，所以好多人。很多人呐、啊，那本来很多人的是吧？很多人呐、啊。进来路都根本进不来啊。哦。今年为什么？前面好几条街啊，不是单单封这边，前面好几条街进都进不来。他那个芝加哥本来可能想靠这个活动大搞一下哈，对，没想到遇到下雨，下雨，结果影响到今年，可能别人也担心下雨。对呀、啊，那个前天早上下了一点点。对。平时夏天芝加哥雨。多吗？它都是晚上，晚上，晚上下一阵子，一下就完了。哦，它是像雷阵雨一样，有点像雷阵雨啊，也不大，突然下一下就停了。天气太热了，突然间，还好，今年不怎么热。对，今年不怎么。现在应该是很热的时候。对，洛杉矶就很热。洛杉矶很热啊。嗯。治安非常的乱。哦。非常。就那段时间乱。现在还好吧？现在可以了，现在没问题了、哦，现在好。以前我们那时候关了，整整关了一年了。你说那个不出去？不出去，整整一年。芝加哥有这么严重吗？是啊，很严重啊，以前很严重啊，这是唐人街这边。嗯。以前连唐人街，我们那时候那段时间我们都没来，那时候抢劫啊。哦。抢劫那个时候，不是那个傻逼那个黑人贵。那个给黑人跪的，然后贺锦丽又在讲说，超市那个900块，900块以下不算那个抢劫嘛。那个伊利诺伊也这样。啊。加州是这样的。那个老黑去欧马华格林一车拉出来。对。这边附近的那个欧马都倒掉，都关掉。嗯。永久关闭。我们不然以前在沃尔玛，我们很近啊。是什么？沃尔玛是吧？沃尔玛哦，很近啊，十几分钟、啊哦。你说沃尔玛关掉了？关掉啊，十几分钟而已。就现在重新开了吧？现在起码要开半个小时以上。啊，现在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。嗯，就是沿就近了嘛，附近的这些它就关掉，强化了嘛。哦。你再多都，我跟你讲，谁都。顶不住了，大企业也顶不住了。不过这个是，这边对，我看每天我这几天都经过过来啊、哦。现在
现在可以了。现在就是因为慢慢这个慢慢恢复了，恢复了啊。嗯，也没什么什么政策，反正就是慢慢自己恢复。慢慢的，对。那个都差不多，加州也不行，也不好。但是怎么讲，经济就是还是不行。对。经济东西又贵啊。东西又贵啊，嗯，以前100块，我们去 Costco 装满东西出来，现在300块装不满，300块装不完，真的是，对。那油我们最早我来的时候，你2块多，2块1，2块2。好，对，现在跟加州差不多，你这里油价4.5。你说对不？我们都差不多那时候来的，差不多是。很便宜，以前很便宜啊。以前牛肉啊也很便宜，猪肉也很便宜啊。青菜也便宜啊。啊。现在哪里？现在都是翻了一倍、两倍。翻倍啊。哎呀，那个 Uber 也没以前好啊，是吧？开 Uber 也没以前好。差多了。现在那个。Uber 都抽掉了一半以上，对，一半以上。现在 Uber 是这样子，给我们的，嗯，是很少，对，他给客人也很少，对，他们都拿走很多啊，对，就是这个平台拿走太多。是的，我也有时候开啊，你也有时候开哦，对，就是，哎呀，如果你常开，看你怎么开，你如果瞎。乱开的话就肯定亏，就很累，觉得不划算，亏了。嗯，油费顶多那个，对，你要算好什么时候，或者是、嗯、是，不然你大车好一点啊，大车好一点是吧？但是在这里是不是大车好一点？但是客人没那么多，Uber没那么多啊。对啊，司机多嘛，司机太多了。嗯，所以刚才你看我这样小车单是有，但是讲个非常的便宜啊，啊，没法跑啊。对，那么不好。是啊，我在加州很多时候3块4块。对啊，很难跑啊。嗯，是的。我没有天天跑啊。啊，对。我是礼拜六。啊，对。礼拜六再对啊，所以你要选时间好一点啊，晚上或者礼拜六。稍微跑一下而已啊。对。弥补一下那个生活开支。对。如果专门搞这个啊。现在不行了，是以前可以，有一段时间很好，以前老好了。疫情就是没什么人出来开就很好。疫情那段时间，我一些朋友他们开老好啊，对，6-7千块啊，没有不值啊，就以上嘛，七，嗯、一个我跟你讲，都是10,000块啊，最少10,000块，奖励还有，奖励对，他那时候有溢价，啊对，有溢价那车是老厉害了。到了，刚才哎，那个司机走了，那是一个福建司机，然后开了一个Sienna接我，聊了一下开，每天都跟司机聊 Uber。到了，是一个天桥下面公交车啊、哦、，OK， 在这，我刚才看到导演了，导演在路边，我还以为没到，说要不要接他一下呢？好像这，有涂鸦的，估计就是这附近。芝加哥就是最多这种，钢铁的这种桥，锈迹斑斑，涂鸦，啊，我喜欢涂鸦。导演。